真诚心，昼夜常念阿弥陀佛清净国土，这是忆佛念佛往生真心呐、啊。什么方式呢？相许十日十夜啊，一般信人所需的功恨啊，我们平常忙啊，一天能不能一年呢找个休假？哎，有十天休假，好好念十天佛；有一个月休假，可以念半个月佛。啊，找这种时机，找假期，相许十日十夜。啊，一日一夜呢，乃多善根所需要的功恨，善根福德很厚的，一天一夜。啊，这个我过去曾经提倡过。啊，怎么修法呢？一个月，一个月找一天。啊，工作的时候我请一天假，一日一夜念佛。啊，精进念佛，人家打佛七，打佛一，一天。啊，或者是两天、三天都可以。啊，不超过三天，这个假好请。啊，一个月一次，或者两个月一次，乃至三个月一次都可以。是，但随其善根，于十日夜乃至一日夜，能不断绝。命中皆得往生啊！为什么呢？这是精进念佛，日夜不断呐、啊！啊，就像宋朝营口法师一样啊！啊，念佛功夫得力的时候，我们把生命呢，交给阿弥陀佛，啊，托付给阿弥陀佛。什么时候往生呢？完全阿弥陀佛做主。好，自己不操心了。啊，阿弥陀佛要留我们，我们就多留几年、几世，也不碍事。啊，留你，留你干什么？留你表法了，多度几个人呢、啊？是这个意思，啊，不是别的。